这套武当剑27式是在广泛查阅武当剑史料、遍访武当名师演练的基础上，终其共性内容进行提炼，在实验室武术协会、实验室武当全方研究会的支持下枕边而成的。 这套剑法具有武当拳系列的连续性，同时又具有武当武术的延伸性，因为手器械使手的延伸，所以说具有延伸性。 这套剑法具有轻灵、柔和、圆和、柔美这个系列特征，因此在社会上普及推广的过程中，受到了社会的认同，得到了广大武当武术爱好者的喜爱。由于这套剑法运行路线。 相对单一，便于集体演练。同时，这套剑法是在沿起武当剑共性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，所以说具有易学易练的特点。经过实验室武当拳法研究会的普及推广，事件证明，这套剑法备受武当武术爱好者的喜爱。 预备式，身体自然站立，左手持剑，剑身与右左背之间垂直，左背呈弧形，右手剑指。 自然放于右腿侧，头顶上旋，身体中正，虚灵顶劲。第一式拜别三门，是拜一遍。动作要领，拜别三门，主要是换手接剑的动作，要轻松自然。注意，换手接剑，左手向右转，刺剑向右转转体，同时右手接剑，然后
左手成掌，由右向左旋转，除左腿成虚步，剑整个剑身与地面呈60度的角度，全马握剑。好，再示范一遍。拜别山门，在武当内家拳术里具有一定的含义，也就是说，徒弟学艺下山要具有眷恋不忘恩师教诲、依依不舍的心情，表现出衣钵三折。同时，拜别山门又具有隐含的聚集作用。下面看示范。当对方向我劈剑刺来，我的左掌向左拦击，然后用右手剑柄横击对方，使对方受阻。第二式，行主事礼，接上式示范一遍。动作要领：行主事之礼，跪在左掌向左滚化，然后合抱之后，整脚剑尖垂直向下，进主事礼，表现出一种谦卑的状态，但同样体现了中华武术尊师重道的美德。同时，进主事礼隐含着一种隐忍的以弱胜强的这种功能。当对方刺棍向我劈来的时候，我是取弱，然后在对方劈上的瞬间，一剑扎在对方的脚背上，对方必受挫。第三式，盘龙戏物，示范一遍。动作要领：右脚向后撤一步，然后转体换手接剑，右手变剑指，左手刺剑向右向下画弧，同时左脚向右后方踏步，呈歇步坐下，剑要垂直。积极示范：当对方突然向我进攻，突然向我刺来，我侧身让开。第四式，追云赶月，示范一遍。动作要领，追云赶月的动作要领主要是起身抱剑，上步跳步刺剑，整个动作要轻松自然，连贯圆和。积极示范：当对方向我攻击过来，
我不招不架，退避闪让，直接穿刺对方心脏。如果对方继续向我攻击，我上部左手拦击对方器械，一剑穿心。 第五式，反打金钟，示范一遍。正道要领，反打金钟，体现出一，向上架，上步，向后，劈点剑法，后背伸直，立点在剑尖。 反打金钟，狙击示范。当对方向我攻击过来的时候，我快速隔化，然后对方后边过来的时候，向我刺来，我点击对方手腕，对方器械自然会下落。当对方向我攻击过来，反打金钟。 是一个一打二的狙击运用方法。对方从左边向我攻击，我向上拦剑；对方从右边进击，我向后点剑。武当剑法遵循武当拳理，跪化不跪抗，没有器械和器械之间的对抗。 所以说，剑都在对方的手和腕上作用，也只有这样，才能以小胜大，以短胜强，体现出武当剑法的特点。第六式，挑连观红，示范一遍。 动作要领：右手刺剑，向内旋，同时向下、向左、向上提起，上架剑，目视前方，挑连观红的狙击示范。 当对方向我进攻过来，我侧身拦架对方的手，必然受阻，对方器械必然自然会下落。这个动作的关键是，在对方的腕中取爪，用剑锋直击对方手和他的腕部。 使对方手腕部受伤，然后器械自然掉落。武当剑法在应用的过程中，主张走三角剑法。所谓三角，就是说，当对方正面进击过来的时候，你走侧面，然后用剑锋去挑、隔、拦、化，使对方。 手部，或者说是器械的部位受伤，然后达到以弱胜强的作用。第七式，乌龙摆尾，示范一遍。动作要领。 乌龙摆尾主要是撩剑走弧圆，形成一个八字形的龟极，要用腰带身周转，形成一个八字形的圆圈。
进行示范。当对方向我攻击过来，我撩身将对方的剑给撩抹掉了。它的应用的要领在于撩同时有抹的这种作用，在撩对方的腕部，用我的剑锋抹对方手别受伤，对方的器械会自然的掉落。第八式，仙官寻针，示范一遍。动作要领，仙官寻针主要体现一个穿剑的动作，凝身转腰，然后肘部剑与右臂之间呈90度的角，左手自然伸开成剑子，然后走弧形步伐，积极示范。当对方向我攻击过来，我快速让开，剑直刺对方肋部，走转，第九式，逐浪冲虚，示范一遍。正面示范一遍，技法示范。当对方向我攻击过来，我化开对方，当对方回收的时候，后退回收，我下式穿剑，第十四，威龙回首，示范一遍。这边示范一遍，动作要领，威龙回首是一组反压剑法，压剑立点在剑身中段，积极示范。当对方向我刺来，我快速侧身闪开，对方的器械会受挫。第十一式，仙鹤悬刺，示范一遍。动作要领，仙鹤悬刺主要是收剑，直线收剑，侧步走弧形，右脚退弧形步向后，然后提剑，积极示范。仙鹤悬刺主要是一个避让性动作，当对方向我进攻过来，我无力招架，就要进行避让，随时准备反击对方。第十二式，白蛇吐信，示范一遍。动作要领，这主要是个弧形穿剑的动作，在避让对方同时，一个弧形穿剑直刺对方，整个身形呈七龙步，目视剑尖，
积极示范。当对方向我攻击过来，我侧身避让，然后一剑刺在对方的腹部或者肋部。当对方进攻我的时候，侧身第13式龟蛇喜戏示范一遍。动作要领，这里边关键是一个脊髓性步伐，注意，然后倒插步后刺剑，整个剑和背在一条线上，积极示范。当对方向我进攻时，我不招不架，侧身穿对方。当对方如果拦开，我近身跟腱，再踢，支持下去。第14式，金鼎玉风，示范一遍。动作要领，金鼎玉风这个动作主要是一个左拦，剑垂直。右崩力剑发力，积极示范。这是一个一打二的动作。当对方从左侧向我进攻，我弓步拦击；右边向我进攻，我崩剑，使对方的器械整掉。下面看示范，当对方向我进攻过来，第15式，太子垂钓，示范一遍。动作要领，这里主要是一个挽剑花走步和撩剑的动作。这个撩剑一定要将剑身单平，积极示范。当对方向我刺来，我上步挽剑花拦开对方，然后撩击，第16式快马加鞭，示范一遍。正面示范一遍，动作要领，这是一招败中取胜的动作。左脚向左侧落步，右脚盖步，左脚快速向左落步，同时右手刺剑向左向下向后撩击，积极示范。当对方向我连续进攻时，我佯装退走，然后突然回身撩击对方。第17式乌鸦啄食，示范一遍。要领，左脚向右腿后部踏步，同时右手刺剑向左撩架，然后右脚向右挪步，重心位于右腿之后，左脚尖跟于右脚内侧，反身点剑，
打一碗，积极示范。当对方向我刺来的时候，我侧身点念。 第十八式，黄龙出动，示范一遍。动作要领，这里主要是一个挽剑花和上部整脚的配合，要协调一致。 积极示范。当对方向我下盘攻来的时候，我挽剑花跟对方器械拦开，然后上步直视对方来一步。第十九式反转阴阳，示范一遍。 重要要领：这组剑法里边有挽花、挂剑、穿剑、反刺剑四种剑法的应用。整个动作要连贯一致、协调自然。积极示范。 当对方向我连续进攻的时候，我剑花给对方拦开，然后后边向我进攻，我挂开，然后穿剑，反身出剑。第二十式，齐心戏斗，示范一遍。 动作要领，这组动作包含三个剑法：第一，劈剑，要利剑劈剑，然后抽剑，自然回收，然后刺剑，三个剑法，积极示范。这是一组连贯性的技法应用。 当看到对方要向我进攻，我后发先击，给对方劈剑，对方拦住之后，我快速出剑，迅速的再刺对方。第二十一式，玉带缠腰，示范一遍。 动作要领，这是一个扫剑的动作，扫剑移周，换手接剑，右手剑支向前点出，左手的剑垂直，积极示范，这也是一个一对多人的。 防卫技术。当对方群起而攻之，向我刺来的时候，和他劈来的时候，我快速的扫剑。第二十二式，背身牵圆，示范一遍。正面示范一遍。动作要领：这个动作用剑柄向前穿击，然后上步
转起，换手接剑，收左步，向左转起，平刺剑，积极示范。这是一个一打二的动作，当对方向我攻击过来，我用剑柄顶击对方来步，如果后方还有向我进攻，我侧步转身刺剑，直刺对方喉咙。第23式卧龙翻转，示范一遍。动作要领：右腿向左后方侧步，同时剑向左后方压撩劈，整个动作要画力圆，协调一致，一气呵成。积极示范，当对方向我攻击过来，我侧步拦开，然后撩击对方，蓄意待势，看着对方随时观其动而发。第24式一柱擎天，示范一遍。这个动作要领，关键是剑垂直向上，有一鹤冲天之势，同时单腿独立，由屈而直，左腿屈膝翘足尖，右手左手剑指在体侧，目视前方，积极示范。当对方向我进攻过来，我不招不架，侧身穿剑，向上穿剑，对方别受伤。第25式指削月影，示范一遍。动作要领：右手刺剑向右劈出，然后侧左步平扫右剑，然后重心向右移，回抽剑，换手接剑，右手剑指点出。积极示范，当对方向我头部攻来，我快速抽身扫对方腿部，对方别受伤。第26式寻主归山，示范一遍。动作要领：寻主归山，双背向左侧摆动，同时退左步，然后双背再向右摆动，退右步，换手接剑，转体，左手变掌向前自然伸出，右手提剑
建于地面60度的角度，不成虚部，目视前方，侧面示范一遍。 记忆要领，这组动作主要是一组避让的动作。当对方向你攻击的时候，侧步闪开，再侧步闪开，然后随时准备迎接对方的进攻，叫蓄意待势。第27式，怀抱金丹，示范一遍。 动作要领，这组动作主要是手左手向右画弧，同时收脚再上脚步，弧形步伐。大家看我再示范一遍。 怀抱金丹是武当剑27式的最后一个动作，它从养生意义上来讲，通过前面的修炼，到这里，蓄气、回收，最后平气、尾寒、劲理，整个这个动作表现了一个武当剑的。 含蓄的一种表现方式，在积极运用上，与我们前面的进组式理相同。收势，示范一遍。 收势的动作要领，注意换手接剑，左手全马握于右手所示的剑柄，然后松右手，反身刺剑，自然下落，剑垂直。 右手剑指，自然落于右腿侧，身体中正，目光平视，自然站立。